好，各位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主题？不相关的。对对对，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吗？对，那个我们讲的叫做哲学思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讨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相关的好。不是迪士尼，对，是迪士尼，但是是什么？分牧羊嘛，对，是杜瑞拉。然后我们讲的主题就是人权探索里面的我是谁。OK， 所以这个哲学思考让我们学习独立思考，那人权探索让我们探讨人的本分是什么。所以一个是属于一个我们的生命教育和上下的课程的一个基础和方法。好，这样子的基础方法，当我们假设都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接下来进行到今天重头戏来了，终极关怀。啊，终极关怀里面会延伸出一个所谓的人生三问里面的人第一问。如果以后人家问你说，哎，请问你们生命教育课在上什么？你要怎么回答？生命教育课不知道的没关系，你上完你才会知道哈。好，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一直在带各位同学，希望能够去早点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人为什么活着？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吗？对，这样子问了一定不会有人回答我。抽签一定最刺激，25号。是谁？啊，请问你为什么活着？不知道。不知道。哦，没关系，那就34号。34在哪里？是为什么活着？啊，对，再大声点。啊，为了梦想，我刚才大爷应该大声点，因为他们大家拍个照。没有。对。好，就是没答就对了，为了抓你的头发，我能感受到。好，16号。在哪里？马斯洛说的那个需求理论里面，对你就是人要必须先满足自我的需求，那个身体上的需求，比如说吃东西，对不对 ？OK， 好，那为什么活着？哎，你先回答我，完再吃了。为什么活着？对，为什么活着？为了交学费。我就是交不到。我正要问你说，会有这么一天吗？没有。OK， 好。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哈？那我们先尽量带大家来想这个问题哈。我今天会尽量给你们一个比较官方的说法，那其实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说法，但是你可以朝向那个方向的去走。这边里面的文字提到一个东西啊，人的这一生中真的是为了追寻快乐而活吗？那这个问题想必是告诉你一定是否定嘛，不应该只是为了追寻快乐。那除了快乐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我所追寻的事情？各位你觉得呢？除了快乐以外，到底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人生一生当中所该追寻的事情呢？那接下来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那大家可能说，当时这不就是海洋奇缘？我告诉你，因为我刚真的海洋奇缘里面呢，它里面的歌曲啊，其实都跟我刚好跟我们生命教育的一个这五大学习重点都有息息相关的东西。我们现在看这首歌名叫做《我的家》。那其实中间有一句话说，每个椰子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曲，你会发现歌词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跟我们这堂课是有相关的。大家帮我找找看，到底跟两个哪些相关的东西呢？
此家非彼家，并不是真正你的那个家的家。这种事情，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终极的目标在于哪里？好，他说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的意义，最快乐的就是你的家。好，最快乐是你的终极的目标。那这边的快乐，其实各位刚刚看原文的话，其实他讲的是幸福。但因为他唱国语发音，所以其实快乐会感受上一点。但实际上讲，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的家。但真正的幸福，你的那个人生终极目标，朝向那个幸福的之路的话，总是会要需要，可能路途上面是困难的。好，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那其实刚才其实也提到说，大家都可能会觉得那个在那边那个老太婆，那事实上那个谁唱的？那个莫安娜的阿妈，对不对？他也告诉了莫安娜说，你必须要倾听你内最内心的那个声音。各位，我们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好，刚才还是歌词里面也提到说，每一个椰子呢，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价值。椰子壳可以拿来煮，椰子水可以拿来喝，椰子肉可以拿来吃，椰子的树干可以拿来什么样生活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不是那个部位，我们可能是另外一个部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好，当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你才能够寻找到你的人生的意义。好，人生在世究竟为何事？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吗？那意义呢？这是一本书哈，那它其实后面也提到说，怎么样让你生命能够更有意义？有四大支柱。那等一下我们会聊到哪四大？这本书你前面一开始也提到说，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是难免降临的死亡所摧残不了的吗？”这句话很难懂，我再翻译更简单的：有什么东西你在追求什么事情能够胜过于死亡？死亡所不会毁灭它的，所以你知道你的课业死亡会不会毁灭掉？会。你未来的事业死亡会毁灭掉？会。所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你的课业、你的事业，可能都会被死亡毁灭。那到底我们要追寻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可以有你自己答案的，很难，对不对？最后的5400秒，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两个东西熟不熟悉？应该不太熟吧？因为你还没躺进去过，应该不太熟，我也不太熟。躺进去的感觉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一摸躺进去，我再告诉你什么感觉。对，你知道当我们人躺进去之后，什么东西会伴随着我们一起进去吗？黑人是扛着我们走，并不是伴着我们进去，好吗？扛着我们走。OK， 好，那是谁？什么东西伴着我们进去？告诉各位，从传统信仰佛教、道教信仰会告诉你，就是只有紫莲花或者紫钱会伴随你进去，没有别的东西。那你说基督宗教信仰呢？我会告诉你说，那就是卫生纸啊，卫生纸会塞在你的身体旁边。那为什么要放这些？我再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帮你吸水用的。吸你那些什么透下的那些从冰柜里出来的那些水，就像你喝饮料那些水，吸水用的。这些吸水用的东西，其实就是其实出来没什么太大的价值。最后呢，盖棺之后，会到那个什么？那个火葬场，焚化，不是焚化场，对不起，火炉里面，对不起，所以到火炉里面去，最后剩下5400秒，全部化为灰烬。各位不知道你们推过，你有没有看过你的家人、或者亲戚、或者朋友进去过？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秀出一个荧幕，荧幕会说某某某剩余时间90分钟，某某某剩余时间89分钟，开始数字会慢慢的往下掉，甚至会突然掉下来，说某某某的确诊，然后接下来。第一公司人就说可以去解毒了。好，不到5400秒，最后拉出来剩下一坛灰，我们就放在这个骨灰坛里面去。骨灰坛外面会刻什么？大概会放一张相片，你的姓名、那个生卒年，大概就这样子。佛教可能会刻个心经，基督教顶多刻个10篇，还会10篇23篇。那请问除此之外还会刻什么？你这辈子得到再多的名。那这辈子都要再多的利，你的名分也不会刻上去，你都要再多的利益也不会带进去。那你到底要这辈子要追寻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的有钱人，他隔壁他走了，接下来呢家族开始怎么样增加产。我有个朋友是台湾有名的一个礼仪公司的负责人，啊，常常上电上节目叫小黄瓜。他其实他在特别在交代说，我们在预备后事的时候，一定要立好遗嘱。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后人，因为他们常常每天都在看这种戏码不断上演，家族在什么争家产。我告诉你，因为你钱带不出去，所以活的人就是要那一笔钱啊。好，那我在说，你就算得到再多的名分，终究会有人取代于你的地位。班长是哪一个？
你上学期也是班长吗？不是，那你为什么取代你上学期的班长？啊，不，我不是说你篡位啊，懂我意思了没？下学年二年级你还不是班长吗？不是，可能不是，不会是。知道我意思？所以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名分，你最后还是会卸了，还是会有人取代于你的这个位置。我们的校长终究会有离开这个学校的一天，我所谓是转到别的学校去当学，因为他这现在第二任，是不是？所以大家都会，蔡英文也会下台的一天，也会有人取代于他的位置。所以你得到再大的名分，也不会刻在墓碑上面。那你这辈子到底在争取什么事情呢？这本书意义说提到说，我们人生的四大支撑你四大这个人生生命的意义的四大事，就是归属、使命、叙事和招揽。等一下我会把痛和上一些课程里面会跟大家来聊哈。那我们说人生难懂，真的很难懂，对不对？我们之前讨论人学上说，人呢这个是学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吧，还蛮难的。但是我告诉各位，当你听懂里面的话之后，你就会真的发现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真的很简单，并不难。喂？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哎，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不是这样子的，你得先这样，然后再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你再这样，听过没有？不是这样，你好好听我说，好好听我说，你得先这样，然后你再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你再这样，听明白没有？哎，你怎么又听不明白？我说的是不是很啊？听不懂是吧？你得先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你再这样，那很简单嘛，是不是？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你总算是听明白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嗯。好，各位，是这样，明白了没？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困难啊。但是，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你怎么样才能活出那个所该有的那样子呢？迈向目的之路啊，这本书上面这个作者其实提到说，现在的人呢，现在的人其实有四种，它归属于四种状况啊。第一种是主义者，第二种是空想者，第三种是半吊子，第四种是有目的感。好，所谓这四种状况的啊，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对于人生当中的终极目标、终极的目的，是属于那种疏离的，连想都不想，还是你只是空想的啊？我要去朝向那个方向而去做。还是你做到一半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你愿意真的有目的感的而去做下这件事情？目的重不重要？目的是重要的话，我们人生在世做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什么？就像是各位，你上礼拜办考，你知道你努力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吗？只是为了要考试，是这样子吗？好，为了让我们可能有一个好的大学，是不是？可是你做的这一切所有的事情，你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价值？就更深的价值而让你去有那个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那会非常的可惜啊。所以目的呢，能够让我们克服到所有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啊。所以人究竟为什么而活呢？18世纪的富兰克林其实说，当他说啊，当下的人呢，很多人呢死于25岁，葬于75岁。啊，他18世纪哦，死于25岁，葬于75岁。我觉得这句话现在已经不适用，真的不可以这样说，那太不公平。我想跟富兰克林不该这样说，现在我应该怎么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死于16岁，葬于80岁，我们更早死了。为什么？我们活起来，我们活的样子就是活死人的样子。我们每天拖着这个躯壳，像行尸走肉般的人生在过日子。因为我们16岁，当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开始丧失，失去了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个意义、人生的目的，失去了我们的心智。只是因为医疗的发达，让我们晚一点点埋葬而已。我们可能可以延到80岁，我们可以延到90岁。对，听到这句话，死于25岁，葬于75岁的感受是什么呢？好，我们都可能也都像这个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啊，这个员工，他在 BBMG 这家公司上班。那 BBMG 是什么意思？等一下你可以仔细听看一下里面的画面，我就不过多解释。事实上，我们也可能现在在 BBMG 这个学校来读书。每天周而复始不断做这些事情，你会不会找到你生命的意义？能不能找到更深层的那个价值呢？这部影片我觉得很重要，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看，因为或许对你一辈子有点帮助。
各位，你知道你所努力的一切，所做的这一切，所有东西有没有更深层的价值？有没有更深层的意义？我们一直不断在这样的 BBNG 的公司或者学校。好，那什么叫做人生观呢？讲的一个是阶段性目标，就好像我们上学期所上的生涯规划，告诉你说你要寻找自己的兴趣，然后呢，找到你自己想要的科系，选择想要的学校，这阶段性目标没错，这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终极性的目的在于哪里？你这些做所有的一切，我今天读好书的目的是为了读一个好的学校，为了有个好的工作，有个好的感情生活，有个好的夫妻生活，好的家庭，好的老年退休生活，好的棺材，是吗？应该不只是这样子。你今天做所有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叫做快乐。事业可以带给你快乐，课业也可以带给你快乐，但是它会过去。好，那我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幸福？我很喜欢用一种创意来跟你们举这样的例子。假如我说你们大家表现太好了，我说假如啊，不要当真啊。我说我中午请你们每人吃一碗创意，好不好？当然好啊，对不对？现在一碗创意至少要55块。那个我们那个明德路上那家创意店55块，加芋头啊加5块钱，对不对？好，我请你吃一碗创意，你觉得他赚到了，太开心了，太快乐了，没错。那我们也假设第二个状况。你跟你爸妈说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在6点以前要赶到地方，但是很远的话，你坐公车坐计程车也来不及了。可是没想到上个礼拜呢考试考差了，就是这一班跟你爸妈打冷战，然后你完全不想理他，不想跟他讲，不想跟他讲话，怎么办？那很尴尬。你到底怎么今天晚上怎么第一时间赶到所谓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呢？可是你早就跟你爸妈讲好这件事，结果你发现你放学的时候你爸妈在校门口等着你，开个车在校门口，而且买一碗最喜欢吃的泡面，所有的料都是你最喜欢的，等着你上车，在过程上路程上面好享用这碗泡面，那种感觉是快乐的幸福。这是什么感觉？应该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为什么我给你吃的泡面叫做快乐，你妈给你爸妈给你吃的泡面叫做幸福？大家了解吗？所以幸福的意思代表里面还有一种存在的一种什么爱的成分。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跟我家人要出去的时候呢，有时候那个时间很赶，我们必须在车上吃东西，然后我们就可能随便买一些路边摊的那个有什么素食店，然后有时候会去买点瓜瓜，然后我一定跟我太太说我要吃瓜瓜包，因为叫瓜瓜包什么？很难，有人觉得很恶心的，我都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每次吃的时候，我会回忆起我小时候的那个感觉，童年经验。我会回忆起那个童年经验。我有记得我小时候，我在家里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在桃园上班，所以她的也都要搭交通车，在公馆换车，再换公车回新店的家。然后呢，我有时候很期望说，我妈今天回来的时候，能不能带顶呱呱里面的呱，那顶呱呱卖的那个呱呱包，因为公馆里面有一家顶呱呱，不知道吗？不知道，公馆。然后有那个卖顶呱呱那些顶呱呱，然后我很希望他一定要带呱呱包，因为我很喜欢吃。所以对于我来讲，呱呱包所象征的是一种幸福，会让我回忆起那个童年的经验。好，所以到底我们要追求一个快乐的人生还是幸福的人生呢？一个成功的人可以带给一个成功的事件可以带给一个人快乐感，但是成功不会带给你所谓的幸福感。你这次考试考得很好，你成功了，但你会说哦，我好幸福，我考试考到高分。没有人会这样讲，但是哦，我很开心，我真的考试考得很好，我很快乐。对，没错，成功会带给你快乐，但成功不会给你带给你幸福。那一个幸福的人，即使他遇到了失败，他也不会沮丧，因为他内心存有一种得到的爱。亚里士多德其实试图去想解释更多关于幸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讲完的话，你大概就会想睡觉，所以我为了不要让你睡觉，我来用我的方式来解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就好比说我们在说三好效果，有些三好行动。好，三好行动是我们台湾好像是法主张，好像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好像有些学校是三好校园。我不知道你小学、国中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三好校园学，有没有？你举个手看，都不知道。没有啊，新水不是啊，新水没有参加那个三好校园。三好校园是哪三好？第一个是存好心，对，说好话，做好事。其实这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好心至德，说好话做好事至善，而你唯独至德配上至善，才会达到什么？叫做至福。
你存好心做好吗？做好事，你才会真正 朝向那个所谓幸福的人生啊。所以人必须要朝向真正的使命，真正的目标，其实是朝向那个幸福的人生啊。那幸福的人生里面涵盖什么意思？我们在讨论关于爱这件事情啊。那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全然的接纳，勇敢的付出。爱就是那个爱，那个不可爱的，没有条件的，那才叫真爱。你看到一个路边的野狗，看起来脏兮兮的，你都愿意好好去呵护它，对吧？那叫做爱。那是没有条件的，没有选择的。好，那我们在讲幸福跟爱是有一个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讲的归属，我们每一个都要归。就跟我们之前在聊那个灰姑娘辛多瑞拉，我们在探讨我们的生命的脚本里面，其实我发现我们很多的人其实因为就是因为没有归属感，就是你心中缺少了那个幸福，缺少那个爱，所以你才会觉得你的人生才会觉得比较偏向于负面。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什么呢？死亡，唯一能够胜过于死亡的，刚才说什么东西能够死亡所摧残不了的？其实讲的就是爱，爱是死亡所摧残不了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这是送行者遗失的乐章的预告片。所以他非常的恨他的父亲，就是恨到连他的父亲长什么样子，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忆存在。好，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跟他太太讲。所以他长大的时候，他到我不应该是东京吧，然后到东京考上了乐团，就没想到票房不好，所以那个老板乐团的经纪人决定说要投资人啊，决定说要解散这个乐团，他开始失业了。可是他又欠了一屁股子的债，怎么办？那就只好把他的大提琴变卖掉，然后回到他的山顶，那个他的老家山形哦。那回到山顶，大家看着回去，可是因为他只学音乐，他什么事都不会做，那怎么样去找一份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去做的工作呢？他就误打误撞，不小心到了这个所谓的礼仪公司。
他到这边，他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是做大官司的工作，哎，他吓到他非常的抗拒啊。但经过老板的劝说，而且甚至可以直接给他现金，给预付薪水，他就勉为其难的选择做下去。做来做去，他越做越顺手，说没想到有一天，他的太太发现了，他的邻居、他的太太都知道他是做大官司的工作，就觉得他是很肮脏的，甚至说你这个肮脏东西，你不要来碰我啊！他太太一气之下决定要离家出走。但家出走没几天，他又回来了。说为什么？女人心很软，不是？因为他说我怀孕了。那我们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份工作？因为我们至少让孩子知道我的爸爸做的工作是一个光荣的一件事情啊。但男主角非常的尴尬，非常的挣扎，到底要不要换工作？同时间接到一通电话，在嫌弃他的那个邻居是他儿子的玩伴，他的妈妈就是澡堂的老板娘过世死了。那他们要做一个梳妆打理做大官的工作，他就叫他去，就请他去做这份工作。他就决定去帮那个老板娘做大官。那结果呢，在他太太跟着过去，亲眼见证了所有的这个仪式，他也真的感受到，原来我先生所做的事情是一种神圣的，并不是肮脏的。对他全然的接纳之后，他也重新跟他的先生重新修复关系啊。修复关系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感情又变好了。他们就到河边去走一走，他先生捡了一块石头给他太太。好，捡了一块石头给他太太，跟他说，他太太觉得莫名其妙，哇，哪一个石头？就是刚才说，我爸爸曾经在我小时候说过，当我们要表达对一个人的爱意的时候，我们会在河边捡一块石头传递给他。那他同时也会捡一块石头传递给我，代表我对你的爱如同石头一般的坚定。好，所以呢，他讲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呢，接下来一开始一段的日子过下去，突然之间有一天，太太收到了电报，而这个电报告诉他说，小林先生已经过世在海边的独居老人的公寓里面。小林先生他的爸爸已经过世在那边，希望这个他的儿子能够来去收尸。但是对于他而言，收到这个电报来讲，他要不要去收尸？他才不愿意。拜托，这个曾经抛弃我的人，没有养育我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帮他收尸呢？但是经过一番所有人劝说之下，他勉为其难去帮他爸爸收尸。我们来看这个电报。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日本高分剧情片。如果电影日本电影常常有那种夏日火锅般的平淡，把生活中的零零碎碎一览无余的电影，你尝到是什么味道啊？就是什么。故事开始了，我们的男主是乐团的一位大提琴手。好，每次到这边我要说，实际的音乐不是真的音乐，它应该是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合唱。团队是兢兢业业，但是上座率越来越低，入不敷出。这天，老板意思浓重的宣布，从此解散乐团。至此呢，男主就彻底失业了。他除了拉琴，别的还真的没有。一个人近中年的失业男子，还有巨额的贷款要还，除了弹琴又没有一技之长，简直跌入深渊，有没有啊？但是人家老婆是广播良子女神，换得再惨又怎么样？这还不值。女神老婆很出奇打理，她一直都很支持男主弹琴的事业，虽然也没挣到什么钱，但是目前的情况其实男主琴也弹得一般。考虑再三，他决定卖掉这把贵的琴还贷款，永远放弃这个音乐梦想。两人商量一下，决定搬到乡下去住。来到了乡下，男主在报纸上看到了招聘信息，无限年龄，无限工作经验，还待遇足优，这么好的事，男主当然要去试一试啦。本来除了弹琴也没啥别的工作经验啊。根据地址找到了这个有点偏的大房子，社长连简历都没看，就问了一句能不能全职，就确定了录取人。这个情形有点太突然了，入职无门槛，以为是传销吧？仔细一问才得知是给死人入殓，也就是处理逝者的尸体，放入棺材。这下男主坐不住了。心理上根本就过不了难关啊，但是优厚的待遇，工资还提前预付，再加上社长一再挽留，男主决定先试试。回家路上呢，就给女神老婆买了一点她一直想吃的牛肉火锅，但对于工作的具体事情呢，也支支吾吾的没有告诉。第二天上班，名片都印好了，看来他们这里是极其缺人呐。社长安排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假装死人，要拍一个企业宣传片，老社长呢把全部的流程做一遍，搞得男主像。但是也大致知道了入殓的流程。隔天，老社长带着男主外出租真正的大货，但是社长也说得含含糊糊，貌似现场估计有点不好接受。男主一进去才知道，一个老太太独自在家里死了半个月，尸体和食物都生虫了，
画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般人哪受得了啊？主要还是靠老师长把事情给解决了。男主在一旁打打下手，但是晴天的阴影，男主完全的走出来。回到家，老婆准备做重庆杀鸡公，男主一看那肉，再联想白天的实体，差点吐出来。但是也不好告诉老婆自己白天是干什么。这个时候，男主莫名的兴起，想马上做一些羞羞的事情，一边闻着老婆身上的味道，一边用力的拥抱她，反复抱着身边一个活人，就是天大的幸福。男主有点打退堂鼓，第二天就准去上班，但是还是被社长给找到了，劝了几句，又给带了新的一位男去开门。这家死者是一个年纪还不算大的女主人，看着老社长恭敬而又严谨的给死者擦拭身体，然后换好衣服，再根据生前的照片给其化妆，一笔一笔的如体现在对死者最高的服务。直到最后，老社长还将本来已经失去而惨白的皮肤还原成似乎安然入睡的样子。死者的丈夫和女儿再也抑制不住感情，也哭了出来。老社长娴熟的记忆和工作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死者的家属。本来刚来的时候，因为找男主就迟到了几天，被这家男主人狠狠骂了几句。最后走的时候，男主人主动给老社长道歉，感谢了老社长对他妻子所做的一切。而今天也深深地打动了男主，入殓师原来是如此崇高的职业。就这样继续做了几个月的入殓师，周围的人也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了。纷纷有心远离他。回到家睡得好，自己的宣传视频呢、被老婆在电视上面看到，往后菊花三连条的教程演示。喂，教程不应该是拍老社长的手吗？怎么直接给演死尸的男主特写？你这个摄影师是不是有点皮啊？再也瞒不下去了，老婆强烈要求他换个工作。说到激动处呢，还让男主别碰了。这次争吵啊，有点伤感。老婆一气之下回到了城市，男主呢想跟社长谈一谈辞职的事，可在社长的教育下还是坚定了立场。再往后，心理上的包袱也全部都解除了。男主跟老社长还有同事嫂子，给入殓后吃啥都是香，再也没有以前不适应。有时候还小露一手，拉个提琴，助助兴。之后的工作，无论什么样子，男主都秉承着社长那学到的对死者最高尊重，让每一个死者栩栩如生的准备好，再体面的离开，让每一个家庭都得到最后的安慰。这天，之前吵架一气离开的老婆呢，又回来了，告诉男主一个好消息，她已经怀孕了。她希望男主换个工作，以后也好能体面的对孩子说他爸爸是作者。男主真的很为难。此时接到电话，从小看男主长大的澡堂奶奶死了，要马上过去入殓。看见男主认真的擦拭死者，换衣服、化妆，没有任何的嫌弃。在一旁的老婆深深的被感动。明明男主干的这么出色，这么认真，真的没有理由强迫他再去做别的。男主给死者奶奶戴上了黄色的丝巾，因为他生前说过喜欢这一条，而这个细节呢也考虑到了，顿时让奶奶的那个儿子无比感动。在此之前，他因为入殓师的工作必会跟男主接触，即便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如此一来，老婆也认可了男主。几个月之后，突然收到一封信，竟然是男主那个因外遇私奔的父亲信息，让男主去烧父亲的遗体。男主肯定不愿意去，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跟别人离婚了。人家他们娘俩怎么可能还去认爹？老婆告诉他，他们说他老爸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人，私奔也许不是真的。同事嫂子知道后，让男主无论如何都要去看最后一眼。原来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跟人私奔，人家的孩子不管，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的事。老婆也来劝他去，最后男主心软，老社长还送了男主一口棺材给他去。男主带着老婆来到了入住，请过来处理尸体的两个入殓师极其专业，毛手毛脚，毫无尊重可言。根本就像是搬运货物一般，男主看不下去了，决定亲自来入殓。当他掰开父亲的手掌，一个石头掉了下来。这块石头是男主小时候给父亲的礼物。没想到这么多年来，直到死了去，父亲都篡着这块石头。男主小时候对父亲模糊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故事就这么淡淡的结束了。好，也随着他父亲手上这个石头掉了下来，他终于化解他对他父亲所有的误会。他也透过这个石头重新跟他的父亲修复了那个所谓的父子关系。那前面我刚刚不是有说他太太重新修复了他们的父亲的关系啊？所以真的只有爱才能够让我们超越死亡。我在讨论关于死亡事情啊，死亡是公平又是不公平的事情，人都难逃于一死，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选择我们什么不公平的事情，是我们也不能选择死亡。但是我不知道各位们太惧不惧怕于死亡这件事情啊。死亡从我们哲学的角度会告诉我们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那我们再说尘归尘土归土啊，有人在这个尸体农场里面做过一个研究，把一个尸体放在一些尸体放在一个这个森林里面或者土地上面啊，但是大家保护它的情况，什么保护？用笼子啊框起来，免得被一些野兽啊那个野生动物所去吃啊。所以中间所有的研究下来呢，发现人体的平均成分啊，有包含那个有什么碳啊、氢啊、钙啊、磷啊、钾啊、硫啊、钠，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跟土的成分好像。所以其实呢，人呢，我们常说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啊，只有爱才能够让我们超越于真正的死亡。死亡对于你来讲是一扇门还是一堵墙的？那如果你的生命它是有价值的情况，你生命是有意义的话，对于你来讲，生命就只是一扇门而已。死亡只是一扇门，但是你如果没有毫无任何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其实死亡本来就仍然是一堵墙。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吧，这段影片会勾出两个问题，那我们同时也思考这两个问题。你好，你好，
没拿。看你拿。我们厂拿到是这个。